第二道金月国小，庄云凡，第三道同乐国小，李之凯，第四道月明国小，陈义恩，第五道壮维国小，李玉贤，第六道武渊国小，顾恩瑞，第七道韩熙国小，江允杰，第八道立行国小，李玉勋。 鸣枪出发，现在竞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国小男童一组三项全能100公尺的第一组。好，暂时取得领先的是第三道，同乐国小李志凯，第一名的参考成绩15秒15。好，接着下来竞赛场上要进行的是国小男童一组三项全能100公尺的第二组，倒数介绍。 第二道三明国小许敬彦，第三道壮维国小寿博宇，第四道韩熙国小潘炳浩，第五道金月国小卓依恩，第六道同乐国小林敬义，第七道武渊国小林佑廷，第八道古塔国小鬼浪有命。 好，停！还有选手抢先起跑了，好，请回到起点。 鸣枪出发，现在竞赛场上进行的是国小男童乙组三项全能100公尺的第二组。好，暂时取得领先的是八道、第四道跟第八道。好，第一名的参考成绩15秒35。